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erson 杨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仔欣盈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 Sunway Velocity 呢？原因真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把福利送给在现场还有在线上的所有每一位朋友们。可以拍照啦，而且呢，我们又有娃娃机，好多的这个赠品啊，好多的礼品啊，总之就是要你带回家就对了。Welcome, good afternoon, and welcome once again joining us right here at Gold Travel with Golden Destination, and also wellness happening right here at Sunway Velocity. 所以今天呢，是会有三位幸运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赢奖品。恭喜我们三组的得奖者，掌声送给他们。我本身是有刺目眼薄，因为我本身有做那个白内障手术，然后看见太阳会很像很敏感这样。我是刺这个眼霜，我已经刺了大概是一年左右。刺的开始呢，我是68 kg。我的问题是有青光眼，我刺了三个月过后，我的眼睛真的是没有这样干了。我的健康指数越来越好了，刺了改善我的眼睛比较亮一点、光一点。我会介绍给我身边有眼睛问题的朋友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公司带来的产品都很好。其实那位是你的人上游轮玩的那个，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位，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啦，雪山景啦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来有请 Justin 刘介辉。首先好开心啦，今日嚟到 Velus 嘅呢个抽奖 party 啊，咁啊多谢阿 Win 哥嘅邀请。其实佢由细到大，我个肺都唔系咁好，咁我觉得佢真系明显地咁改善咗我呢个肺功能。我特别喺我运动嘅时候咧，我系感受到我嘅呢个肺活量系更好咗。啊，其实今日真系非常之开心啦，因为咧可以透过 Velus 同埋呢一个 GD Golden Destinations 一个 crossover 做咗一场 ground event。咁我自己就用紧呢一个咧就系 Libertel 啦，因为肥胖嘅关系咧，我自己系有脂肪肝嘅。上一次我开始享用紧我嘅呢一个 Tigers 嘅系列之后咧，我啲指数咧全部咧都 control 到。Thank you, Wellness。谢谢 Wellness 和 GD， 感谢 Wellness 和 GD， 感谢 Wellness 跟 GD。不管你去哪里，只要健康，只要安心，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健康的身体去看世界。再次感谢每一位朋友们，我们下一个活动再见啦！拜拜，谢谢。